给第十一节看到这个 confession， 如果你要做一个 confession， 你要认罪 ，OK， 要用这个动词 make confession， make confession to 向什么人认罪，向什么人认错 ，make confession to the Lord。有的人家里面出了状况，他的婚姻生活，他在婚姻以外有不忠实的行为 ，make confession to his wife。OK 啊，所以这个如果要用一个字的话，比如说 我们可以说 he confessed to his wife that。我不是故意要讲弟兄哈，这个也可以 she confessed to his husband， OK， 现在男女都是平等的， OK， confess 或者是 he made， OK， a confession， OK， to his wife that 什么什么事情， OK， 他跟他太太承认了，认错了什么什么事情。Okay, he confessed to his wife 或什么什么。Confess 这个就是认错、认罪。Okay,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离婚的时候，他先生死咬着不放，就是他当时曾经把他们名下的存款里面二十几万的存款、美金的存款，他很大的一部分，他全部都汇到大陆去了。然后在离婚的时候，在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太太说：“哇，那是我父母啊，我父母当时生病，他们急需要什么什么东西。”但这个先生说：“我完全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动用了一个很大金额，我们婚姻的这个存款，这个是争执的所在点。So， 如果你向对方承认，哎，不好意思，我现在。”我父母亲有点什么事情啊，我需要这个做这个事情，但是我没经过你同意，我就先做了这个事情。So confess， 动词你就用 confessed， 如果是要用名词的形式 ，made a confession to 什么人 ？OK， 所以这两个都是用法，都是可以的。有没有其他的问题？Confession 哈，所以现在这个字，现在 confession 这个字用的最多的，天主教里面常常用这个字。OK， 他们做错了事情，他们就要去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面去跟他们的神父去认错悔改。OK， 认罪悔改，他们就做这个事情，就是用这个字 confess confession 忏，那叫忏悔，好像跟神父忏悔。就是这个字，对，就是这个字 ，confess， confess。他们去做这个的时候是在一个小隔间里面，而且你通常也不知道当班的神父是谁。那个小隔间中间是隔开的，只有一个小，好像是一个像网格、像窗子那样子的，或者是小洞洞这样子。然后神父做的事情就是听你，听你讲。讲完了之后，神父会好像会安慰你啊。现在，我帮你祷告哈、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好，他们认为这样子 OK， 我已经忏悔了 ，OK， 我已经认罪了，然后我就高高兴兴的离开这个天主教堂了。这样子，这是他们做的事情。但这个神父 suppose 呢，神父是应该不能把这个事情说出去的。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是十一节有？对，老师，十一节那个还是回去那十一节有一次。Yes， 就这个，就这个，后边这个 ，spare 这个是准备的意思是吗？这个、哪里后边 ？He will, his will, separate yourself from separate yourselves， 把你们自己 separate from 两个是连着用的哈 ，separate、后。会用一个 from， 把你们自己跟什么分别开来 ，separate。这里有红豆跟绿豆在桌上，你把它们 separate，、把红豆跟绿豆分开来。OK，separate、老师说这个好孩子坐在前面第一排，坏孩子功课不好的坐在后面 ，separate， 把学生分别开来。OK，separate。
separate。 今天有交作业的啊，坐在我的右手边；没有交作业的，坐在左手边。separate， 把它们分别开来。separate， 你桌上的书要分别开来。你明天要考试的放一边 ，separate。另外，明天还不考，下礼拜再考的，放在书桌的左边 ，separate。你要洗的菜，今天晚上要吃的菜，把它跟冰箱里其他的分别开来。啊，把它拿出来放在你的灶台上，这个是 separate， 所以 separate from， 把 A 跟 B 分别开来，所以是把 yourselves 跟 the people 分别开来。嗯，把你们自己，把你们自己跟那些在你们周遭的这些民族，注意 people 加 s 是那些民族。周遭的这些民族们跟他们分别开来，还有 separate from， 又来一个 from， 跟你们的外国太太都要分别开来。这个外国太太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信仰上完全不同，他们是拜邪教的，他们是拜偶像的，信那个七七八八神的，所以 separate from， OK， 你可以看到一定是 separate 跟 from， 这是配对起来用的，你用 separate 一定要用 from。OK， 好，老师好像有个词叫 distinguish， 是不是跟这个意思有点相似？ distinguish 跟 separate 不太一样， separate 就是分别开来， OK， OK， distinguish， OK， distinguish 是要你认清一些什么事情， OK， 你要区分开来，他们不一定要被 separate。OK， 你了解中文跟英文的差别吗？这个是 distinguish， 但是你并不一定要把中文跟英文分别开来。能理解吗 ？OK， 你现在买了小白菜跟大白菜，它 distinguish 是要你认知上面你理解区分开来，这个是小白菜，这个是大白菜，你认识就好。可是separate 是 physically 整个要把它整个分别开来，就是他们的位置他们都不能放在一块的，叫做 separate。 嗯，谢谢老师。 OK， 好， distinguish 通常都是叫人家去认知某件事情。我现在这两个放在你面前，你能了解他们两个的差别吗？比如说我给你两个英文字，你能区分出来什么时候用这个什么时候用那个吗？这个时候你用 separate。 那如果我是要你把红豆绿豆分别开来，那种是他们根本不能放在一起的，我们用 separate、你把冬天跟夏天的衣服 separate 开来，是他们整个就不能放在一起。比如夏天的放在这个柜子里，冬天的放在另外一个柜子里，他们根本完全不能放在一起，这个叫 separate。 好，有没有其他的？下边那题十二题，金老师，下边啊哈，怎么样？这个就是那个 assembly， 我们前面讲过是什么？会众聚会，前面是做动词用，聚集在一起，现在是做名词用的。 The whole assembly 是指所有的会众聚集在一起的人就叫 assembly， 聚集在一起的人就叫会众，就是 the whole assembly。 这个是什么词？加类是副词吗？啊， assemblyAssembly 必须是名词，全体会众。名词 ，the whole assembly。所以你刚刚看到的是动词，现在这个句经文里面第二节是会众是名词 ，the whole assembly， 全体会众。名词，全体会众就回应他 ，responded with a loud voice。全体会众都用一个大的声音一起回应他说。你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照你说的做。OK， 好。所以注意 assembly 的词性，它可以是动词，它可以是名词。所以你如果是名词的话，指的就是聚集的人，叫做会众。
嗯，我们教会里面，我现在跟大家讲话啊，全体会众请立，起立就可以用 assembly。全体会众现在祷告，全体会众现在唱歌 assembly。全体会众现在全部向后转 assembly， right？ assembly 指的是全体的会众，所有的人。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谢谢金老师，谢谢。老师，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咱们那个讲的是，嗯，就是后面那个十章第八节那个，就是说您在那白板上写写那个，那第一条那个我没翻译好，麻烦您再给我说一遍好不好？那个第八条我不记得了，怎么样讲？就在那个上面有，现在还有啊，就这个第一条。第一条这个，你如果父亲那个什么？No， 我们刚刚在讲 for 哎，第一条这个啊，不是第 deposit。啊，我知道，就这个这条你再给我翻译一遍，我记下来，这个没记下来。No， deposit 是指这个人预付的定金。 OK， 如果后面在后面这个状况之下，假如你没有把 if you don't pay the balance of the amount，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余额付出来，比如说下个礼拜二是最后截止期限，如果你没有付余额的话，你现在只交了100块定金，这个100块的定金就是 deposit。 OK， 如果你到时候没有付余额的话，你的这个定金会被没收， will be forfeited。 OK， the deposit will be forfeited if you don't pay the balance of the amount。 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解释的就是没收， forfeit 是没收，它通常是有条件性的，因为你没有达成我们的协议，因为我们同意的事情你没有做到，所以你就会被没收。学生的手机给老师收了，老师说好，你去把你的家长请来，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家长请来，这个手机我就彻底没收了，你再也拿不回去了。 OK， 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哈。 OK， 好好，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其他的问题？老师，我还有一个、hey. 有个 suggested 是不是？我记得他是那个建议吗？在哪里？八节还是二几节来着？好像是不是七节的？七节，这个词吗？是吗？这个词，八节的这个，八节哪里？这个吗 ？Curtain， a curtains， a curtains 是这个。他讲的不是这个词。In accordance with 是根据照着什么事情？好、oh，suggested 我好像有看到这个字，但我不记得在哪一节里了。你知道看。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我找到了，在五节呢。第五节啊，第五节 suggested。 OK， 好。 So Ezra， 这个时候 Ezra 站起来， put the leading priests and Levites and all Israel under oath。 我们讲过 put 什么人 under oath， 就是让这些人发誓，让这些人起誓。 OK， 发誓。好，他就让这些人都发誓了，一个是这些祭司长，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利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让他们发誓了。 And to do what had been suggested， 让他们做什么？做那些已经前面被建议做的事情，也就是照他前面是不是已经建议他们，他建议他们做什么？What had been suggested 指的是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被建议了？叫他们干嘛来着？去世吗？是吧？众人都照他的话行。OK， 他要叫他们什么？
Take courage and do it. Do 什么？做什么事情？把媳妇儿子都给。That's right. Send away. 把这些人都送走。把你家的外国老婆。Okay, all these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还有生下的孩子都给送走。然后在神的面前要立约。要把这些人都给送走 ，OK， 这是他讲的。OK，Ezra 说你们就该这样做，要这样做。中文翻译说休这些妻，英文就是 send away。OK， 就是让他们把老婆孩子都给送走。如果再留在以色列的社会里面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OK， 好，所以这个是要他做的事情。好，然后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要勇敢做哈，要 take courage and do it 哈，要勇敢啊，这个勇敢的来做这件事情。好，叫他们做，叫他们做，然后接着做还不算一回事，做要不如什么？不如起而行啊！这个起而行的时候就要他们发誓了。好，你们这些人都要发誓，这些人就发誓了。然后 what had been suggested 他所建议的，这都是 Ezra 建议的，你们就该跟你们的这个外籍老婆 OK 这些信仰不同的老婆都要跟他们割断关系，切断关系，孩子也要送这个就是他建议的 what had been suggested suggested 就是他建议，他前面说该这么做，然后这些人也都发誓了， they took the oath